像他这么有魅力的人，有谁会不动心呢？夜北的星空果然比天启更为明亮啊。是不是就因为夜北很美，所以陛下才想娶这最美的姑娘？陛下心里想要的是太平，和亲只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战争，和谁美不美没有关系。如果陛下想要太平，我可以助陛下让夜北归顺，只要别再伤害我爱的人，可以吗？你爱的人，那在他和陛下之间，你更牵挂的是谁？只有他活着，我才能真的问心无愧。我可都已经答应嫁给大朝的陛下了，让他保下一两个人总是可以的吧？只要大局不变，保下一两个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秘密？在我心里的大朝陛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运筹帷幄的人，特别的厉害。不管他想要什么人，不管他想办成什么事情，他总可以做得到。哎，你说，那像他这么有魅力的人，有谁会不动心呢？原来朕是让你心动的人，在这里，你才愿意讲出真心话。朕说过要让你做朕的君后，你可不能反悔。